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耶、我们今天来到淡水，在我身边这个是八年前的朋友啊，真的，这个叫小齐，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齐柏林导演的公子啊，是是是，对，然后他这个很喜欢玩这个老兵式老车，其实老车啦，他也玩过 BMW 的老车嘛，其实日系的老车也玩过，对，好，那我怎么认识他的呢？就是那时候他刚入坑兵式 W124 的时候，来讲一下我们认识的故事吧。哎、這個，小师哥是我再生父，我真的这么夸张？那个时候真的差点被赶出去啊，因为这个车有分前期后期嘛，对啊，93年之前是机喷，93年之后是电子喷射，电子喷射，对，那个时候我就什么都不懂，我就花3万块买一台机喷的，对，他、修了4万多块，然后还被爸爸发现，对，我本来停得很远，他偷买你知道吗？对，停家里很远，走路回家这样，然后被我爸跟踪，他本来想要给我惊喜，结果谁知道是我给他一个惊喜，那你爸我躲在车底，然后那时候就说家里只能有车或有我，只能留一个、啊，只能留。有一个，那你就说好吧，那车给你，我先走了。啊，不是这样吗？我拿人手短，我要住在屋檐下，所以那时候还在念书的，那时候还大学，等于把我大一、大二家教所有的存下来的钱全部花完、其实他也是自己的钱去买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家教存了一笔钱，就是做家教打工存了一点钱。从那时候对老车就有兴趣了，对，就中毒了。然后、算第一台对不对？算第一台，对，真的就是你入老车坑的第一台车嘛？对，就被骗了，就被骗了，就买到烂车，还在在泡水，对，在泡水。然后后来小资哥那时候2万块帮我收了，救助了我。他在 PTT 上面看到我啦，对，对，在下在 PTT 也是有红過，非常有名，红过一阵子。后来聊，想办法帮他处理。又是刚好又是同乡嘛，邻居啦，邻居，对，都住万方，住木栅，对。然后从那时候就认识他。然后他一路呢也换了很多车子。对啊，那这台车是我在我爸过世前2个月买的，因为那时候刚毕业嘛，那时候要去考教师甄选，去当老师，然后我觉得我志在必得会考上，我就买一台车。哦，我记得你是中文系。对，中文系，对不对？我记得你是中文系。对啊，台大中文系。后来就买了啊，结果想说，因为就很幼稚嘛，觉得说不要再让爸爸发现了，我还去租一个很远的停车场。啊、所以你还是偷买？我还是偷买了。我本来想说，等到我正式公布我当老师了之后，我再跟他讲。啊、结果你觉得你已经出社会了，对，可以有能力，就来不及了，来没讲，我爸就过世了，那个蛮突然的啦，就很遗憾。所以我觉得，任何如果年轻的朋友购买车，赶快跟妈妈讲，没有关系。那时候我也知道他可能很忙，也没有多打扰他，传个讯息啊，关心一下而已。对。也因为这个是现在你在这个齐柏林空间的一个基金会，它叫看见齐柏林基金会。看见齐柏林基金会啊，刚好在那边就是把爸爸生前的一些作品，所以待会我们也可以带大家去导览一下。嗯，没错没错。好，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，就是说你觉得这台车它特别在哪里，介绍一下吧。其实我自己喜欢它这个旧的车头，它其实有改款过，立标嘛，对，小改款啊，改款之后就变，整个护罩是缩进去的，对，1993年1月到6月之间出厂的，它是新的电喷引擎，但它头还是旧的、哦，那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哇，这很深啊，我记得这个还有的是这边有一个小方灯的嘛，对，应该说正常的它都是一片的啊，这是玫瑰的哦，你这是玫瑰的，就是、有点像当年的外汇 C300的概念、哦，那它这个是玻璃的，但是如果是欧总代理的话，它整块都是玻璃的，那玫瑰这一块是塑胶的哦。这块塑胶，这块玻璃，对，旧的都雾掉，就买个新的回来换。这还买得到新的？还买到新的，副厂的一对才4000，可是正常的一边就要22000。所以你买正常的？我买副厂的，因为正常真的太贵了。但我觉得这种还可以啦。但你说引擎角那种东西，就全部都要用正常的。我看这保管状态很好，这也是换过的吗？没有，它原厂就长这样，怎么那么漂亮？漆也是原漆啊。你买的时候开几公里？4万多mile，应该是差不多7万公里左右。那真的很少那时候的宾士最特别就这个，对，它雨刷只有一支雨刷啊。有人说它这样刷起来，它到最上面会凸一下，人家就说这像元宝，可以招财、招财元宝。而且你看它有个是这样的说法，很酷的地方，它左右后照镜不一样大啊，一大一小。对对，那时候很奇怪，欧洲很多车都这样，奥迪啊，对 ，BMW 其实很多那时年代的老车都是一边大一边小。后来有去宾士博物馆的那个 IG 问，他说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德国工程师很死脑筋，他认为因为入射角跟反射角的关系，对，你那边就是不需要这么大的镜子、哦，因为这边角度比较大。对，可是不止宾士对，就大家都这样啊，大家都这样。德国工程师就很死脑筋了、啊。我有发现，我在入行20几年前入行的时候，某一天我才发现，为什么后照镜一边大一边？对，记得我那时候看到是一台奥迪 A3， 好，后来才知道哦，原来那时候他们的想法是这样。对，好，来再继续来，还有什么？它有一个。现在新的 B 零也是嘛，就是你
长按解锁键，它窗户会降下来。对啊，它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哦，一直扳着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它全部就降下来。那时候听说是要先散热，而且锁门一直按着，它也会全关。对，它会全关。哎、欸，功能都还正常的。对，全部功能都还正常。然后我觉得它的设计也有一些小巧思，像它这个灯为什么要做成这样，一条一条？对，它是说因为德国会下雪嘛，你至少是外面脏，啊里面还可以露一条线出来。哦，就是平面脏，但是它有棱有角，还可以透出来。然后当初像这个车子底下会有这个底线啊，其实就是为了省成本，因为它可以做好一起直接贴。早期他们的一都放在后面，因为有没有一的，没有一的就是有化油器的。哦，那一代表是喷射。那个年代放在后面的一代表的不是车型，是它的这个喷射系统。然后现在的一放在前面是车型。前车主算是保持的很好啊，像东西都还在，原厂的工具包也都还在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我觉得整体外观的那个漆面啊，都好漂亮，真的没考过漆吗？真的没考过漆。这个水切有考啦。哦，为什么有考？是因为这个车有个通病，就是这个橡胶啊，它里面会积水，所以那时候上面就锈了一块，啊，我全部都磨掉。所以你坐车顶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个像小志刚刚讲，这个上面这个水切就是要看，它如果是黑色，就是表示它都车库车，啊，那个晶晶亮就是晒太阳晒的。而且它这个后挡啊，这里有个角度哦，有个弧形的角度。其实那个年代很多老车都这样，甚至有一些像我以前开那个旧型的 Integra， 它的后玻璃都坐到这边来了，它做整个是么字型的，很像飞机啊。对，所以你从后侧面一看，你可以看到它后挡的玻璃。那现在的车其实你看侧面是不太看得到后挡的玻璃。哎，这椅子有点太漂亮了吧？它的这种人工皮几乎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了。而且这个木头是不是真的？是，它是一片真的。我记得那时候都是真木头，中控台也是都是大量的木头。哎，你是不是故意把装扶手的椅套啊留着？对，我故意的，其他的太丑太脏了。啊，那洗洗啊，你没有来洗哦？那套子很帅哎，你不觉得吗？而且你看，因为你应该是有贴格子，贴漆纸的，透光度很高的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外面是可以看得进去的。如果又套一个。啊，很帅，好不好？像我觉得很多小贴心的地方，像它有照地的那个迎宾灯嘛。对。然后你看它开前面的门，它会亮前面的室内灯。可是如果你然后你关起来，对。那如果你开后面的话，它会亮后面的室内灯。真的，它是分开亮的。哎，现在车还没这样哎。而且你看哦，它那个椅子有做一个内凹跟一个桶椅的形状，所以你坐后座坐的时候，你整个人会被包覆，会陷在里面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买很多这个车啊，这里最容易脱落。对。它里面是胶，对，它会脱胶，然后就毛跟那个塑胶分开了，所以我看你这个都保持得很好，因为它这是软的绒毛的。嗯，你看我这样打开，其实水都有点会跑过来。那你久而久之水进来，然后太阳又晒，其实这边其实超容易脱落。E30我记得也有，E30也会，而且严重。对, 对, 对，这个一定都会脱落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啊，我觉得这台车当时啊，应该是被保存得很不错。就我认知道前车主他是买这台车在2年之后吧，就升级大水牛，后来是生病了被开了，然后才拿出来卖。天线还是好的，请我朋友帮我修过。这最后一节为什么是黑黑的？美规就是这样，它多一节。它欧规的话，它是只有到这边。哦，所以是因为美规多这一节黑的。我猜啦，因为他的车上的接头是留有那个电话的接头，我猜多了这一节搞不好是给电话用的。哦，以前会有那个选配车上电话电话机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真的很漂亮啊！你看这个镀铬的地方哦，也都非常亮。这个也是原来的包杆，对，原来的包杆是假的，那镀铬怎么可能亮成这样？我觉得宾士以前的水准真的很强。你言下之意是怎样？你不能因为你曾经卖过 BMW 你就这样。我必须老实讲，新的宾士，小志哥经历过那么多手，现在新车宾士已经不会把妥善率当成宣传。很多地方不止妥善率啊，我觉得它那个整个开起来的扎实感都不见了。不要说宾士啊，变大比其实也一样，就是现在越新世代的车啊，造车理念啊保留没那么完整，都比较以市场为取向了。然后他会用一些断掉的方式去逼你换新车嘛，有些很基本，像那个门的那个 catch， 对，买不到。他的 catch 从霸告到 W208都同一款，然后买不到新的，就这么小一个东西，然后断掉不给你。但是那应该也蛮好杀的。对，我看这一款的车在路上其实数量蛮多的啊，其实很多车报废都是因为找不到料，或是找不到会修的师傅。对，所以其实你看路上啊，有一些老车，为什么永远老车就是那几个厂牌会有？之前宾是不是号称可以保存60年的料？对，但是它的60年的料可能不包含一些核心的零件，比如说它雨刷有60年，雨刷有60年，雨刷现在可以买到全新的，而且很便宜，600多块而已。就是它没有说全车都60年，对，没错，有一些零件有60年的。那我觉得会不会修也很重要。
哇，它这个镀铬从厚薄感这样一条一路延伸侧面，然后把手也是镀铬的。对啊，如果你买到是280就有，就是等级高一点；啊，买入门就没有。哦，而且那时候很流行这个浪板 ，Safiro 就是学着营造高级感。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好奇，为什么多这个板子就是高级车？我那时候听他们讲了，就是之所以设计两个颜色，是那个年代钣金的技术没那么好，它没办法像现在车做很多皱褶这样，所以它用两个颜色让它车看起来比较修长、比较漂亮这样。好啦，我们上路去实测一下这个30年老车到底坐起来的感觉是怎样。我觉得应该是会很稳重，很好开，好吧，我们就出发走。这车很顺隔音很好哎。我不敢说这是最好，但我觉得在台湾现存的124里面，这台应该数一数二的车况算好。哇，你这还有装这高音喇叭？对，高音喇叭 ，Morio 的引擎角之前是换正常的。对，我觉得非常的没有抖动感。对，宝宝的方向盘其实也非常的稳。那你当初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一款车子？你其实不止买两台，对不对？对，之前还有一台130嘛，然后还有对，我记得你中间玩了蛮多台车。对啊，最后还是留它啦，因为我第一次认识这个车是那时候看《终极杀阵》第一集啊，那个红色的那个510哇，超级帅，510耶。对，然后就刚好我朋友家里有一台，不是510，它是210，我还以为是500，500就杀了，就杀了。然后开就觉得好喜欢那个慢条斯理，然后又很舒服这种感觉。美规的音响是6颗。总代理是4颗，美规的话它有那个暗谱，然后还有低音这样。哦，那暗谱很麻烦，然后坏掉全部都不会叫哦。我之前坏就是坏那个，它暗谱还有一个便当盒那个东西，之前就坏过。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那时候我找了很久，因为我想要保持它可以听卡带，然后它有10片换片机，可是我又想要听蓝牙，后来就找到一个40那边有一个修车的，对，他帮我做到就是全部都有，把 AM 的功能废掉，然后把 AM 改成蓝牙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它是修改机制吗？对，就是改后面那个外接，刚刚讲那个。暗谱接出来的盒子，哇，蛮厉害的。你觉得说，如果说像一般的观众朋友啊，他如果也对这种老兵是有兴趣的话，你觉得到底是不是像人家讲的说，你回来一定要花很多钱，非常有爱，会不会问题真的非常多？我觉得要看你的要求。就是我刚买来的时候，我也要求他就是尽善尽美，那就会花很多钱，标准比较高一点。对啊，后来我第二次就学乖了，我买130的时候，对，4个窗只有1个窗会动，那我也没差，反正可以缴费就好。标准这么低啊！而且我觉得这种车有趣的地方就是，像小师哥讲的，他回来一定会花，只是看你要花大花小，还有你愿不愿意 DIY。因为像我之前头枕上下坏了啊，我后来诊断是开关，我想说可不可以自己拆，我就上网 Google， 你就有个老外在那边教你怎么把整个门拆下来啊，你就慢动作放啊，一步一步来，就基本上不太会出错这样。那它的零件会非常难找，非常贵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宾士这几年的那个它的政策有变，就是它会去停产一些很关键的零件，内装零件非常不好找，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买这个车反而不是挑引擎好坏，而是挑内装好坏，因为内装的料难找，然后内装要找真的厉害会修的也没几个，然后像它的节气门线组，就是那时候环保线才会 hooky 啊，然后节气门现在就是原厂叫不到料，我之前问中华宾士，他跟我说1颗8万，问我要不要，我说我出得了钱你就给我买来，他就后来钱给他一个月之后说啊，拍谁没料啊，钱要退我，还呛我们8万要不要？对，我说你能够撑得出来10万块我都付啊，但你撑不出来。就看你这样开起来好像很舒服的感觉，就很顺，然后这个车子很稳重。然后也没有什么震动，然后隔音其实很好，而且啊，它这个椅子那时候是那种有一点像弹簧的。我记得我最早坐的这种椅子是300 SEL 哦，对 ，W126，对，那种哇，我小时候坐那个，我就觉得有亲戚有那个车都是非富即贵，真的。哦，然后就很羡慕，哇，原来是宾士，然后原来这宾士的椅子坐起来是这样端一端一端一端。对，长大以后发现其实跟大卡车差不多，车头也会这样子啊，那个椅子也会有 cushion 啊，而且我看它，因为它轮胎的这个。扁平比啊，都是属于以前老车都是属于比较像甜甜圈的嘛，对，很厚的，对，所以其实它的自震啊，还有轮胎也很安静，然后你每过一个坑洞啊，你就觉得哇很有弹性，过任何坑洞我们人都是保持水平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它有很多小玄机，像比如说你看后面头枕嘛，它按这个键 啊会全倒，会全倒，对对 对，按下去它后面的头枕会全倒，这我知道，但是妈起来用手自己去把它翻起来，而且它那时候是铁天窗，对不对？对，铁天窗，那个年代好像都是铁天。我记得130也是铁天窗，而且它也还有那种手转的那个版本啊，有。然后它有趣的点，就它很多奇怪的小设计，像这个中间还有一个遮阳板在正中间，
啊，对，小车样板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这个美国当初的那个救援的那个标志啊，我看到了。对，我觉得蛮自豪，就是这台车上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都可以用，除了前几天那个铁套的怪音外，基本上是无代修。其实很多人会问哦，就是说，哎，有一些老车啊，比如说130啊，或者是现在的这台车子啊，都说，哎，这个行情是怎么计算？其实我觉得这车已经都完全都不能用行情计算，有行无市啊。就像你这台车，你内装还有它的里程很低，内装保持得很完整，其实再高都有可能有人会买。对，所以我常常讲说，这个跟性交一样，双方合意就好了。对，买方跟卖方谈得妥，合意就好了，对吧？真的觉得说你会好好照顾他，他便宜卖给你，也都是有可能的。我也是遇过这样的收藏家。我之前130也是花了一大堆钱，然后后来是有个学弟，他很喜欢，然后就是便宜卖给他，就知道他会照顾那台车。然后我讲真的，我交手过太多这种老车，想要卖给我，也有一些收藏家，他其实心里知道说这车很烂，整理不起。对。然后妈的，你要买的时候跟你讲说，我跟你讲哦，这台车我弄了什么弄了什么，然后他卖你很贵。对。他看你是要刚入坑的小白兔。没错没错，这种也是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，非常多。我相信你在玩老车的过程中，你应该也交手过不少。没错。而且我觉得像124算是他已经比较接近现代车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一代当初算是这个宾士啊，耐用，然后刚硬，像德国坦克的那时候的那种称号是从这个时候开始。真的哎，不是要臭马自达，可是那时候我停在车旁边，我宾士的门打开，碰到那个 N X5， 发现 N X5 那个漆就掉一块，啊，宾士都没事。不是，这不是臭马自达，他也是车主，他是绝对是可以讲，对，他也是 M35 的车主，烤漆品质完全不能比啊，他到现在都还是原漆，都还状况很好。我光坐在这边听你引擎的声音、底盘的反馈，还有你开起来的那个感觉，单就这些，我就觉得这台车的车况真的是还蛮不错的。但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它耐用度好，不代表它不用换。你再讲好了，我觉得欧洲车它的上下限很差很多，它可以零分，它也可以超过100分。传统日系车它可能就是60分到80分，就它再烂也不会低于60分。我之前开过手牌的 LLA 啊，那真的不会坏，永远都不会坏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永远都不会坏。对啊。那这个车就是你不整理它，它就0分；那整理好，它就是100分。那如果你要选择开一台零分的车，那还不如去开一台60分的车就好了。它其实灯号还蛮齐全，就是像水箱漏水啦，然后雨刷水不够它也会亮。电瓶灯亮通就是我的发电机挂了。哦，不过这个我也常跟这个观众分享，因为有时候人家说，哎，欧洲车很会亮灯，可是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，就是因为欧洲车监控的系统比较周全。我觉得讲一个很政治不正确的比喻啊，就是日本车就很像我妈，就她50阶她还是可以去洗碗啊。那这个车就像小公主，然后就是碰一下就爱别救物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我觉得任何养老兵士的人都可能需要再有一台日本车。你像你刚刚提到啊，雨刷水少了，其实有老时代的日本车是不会提醒你，甚至你的副水箱水快没了你都不晓得。对啊。等到你发现的时候，是你温度高的时候，温度高的时候，甚至已经冲掉的时候，它提供的资讯就很多，像它。这边有两个，一个是机油压力表，那你机油压力要是一直很低，就代表你该换机油了，或是你哪边漏了。它水温跟我觉得跟日本车不一样，日本车水温永远都在中间，对，一旦动就完蛋。那它的水温是真的会上上下下。齐柏林空间大概里面都是一些，因为我爸爸留下很多照片，大概有50万张的数位跟10万张的底片，然后还有在1000多个小时的影像。那就是每年我们会尽量希望可以每年都换一个展。我们之前已经做过山和海跟城市相关的，对。那这一次做的是叫做任性的任，岛屿的岛，就是人活在岛屿上的任性，所以一段时间会有一个主题，对，会有一个主题这样。好，不要讲太多，我们等一下到那边再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。好，今天也很开心，先来开箱一下车况哈 ，W124 啊，讲着讲着雨越来越大，我们赶快去齐柏林空间躲一下雨。对对对。Avian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发艺金库，国色天香温柔娴熟徐海丽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展馆，所以这个是算是老街的街尾，是不是？最尾端的，所以可以来逛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淡水微型博物馆逛一下，来齐柏林空间，对，这边看一下。哎，看完了，我本来心里想说，以为是可能记录你父亲生前的一些作品，但我进来以后，忽然发现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刚刚我们看到小朋友进来参观嘛，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环境议题。其实对，看了你们做了很多偏乡啊，针对一些小朋友啊，把这一些保护台湾环境的这个观念种植在他们心中嘛，没错。除了纪念意义以外，对啊，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让台湾更好。小志哥刚刚讲
一个重点，就是一开始它确实只是因为纪念而存在，那现在它也通过了行政院环保署的环境教育认证场域，我们也会希望说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在这边找到它合适的观看方式。虽然每一期都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展览，这一期就叫认岛。认岛之前有分别有剑山、福岸、硬核、密城，就是山河海城市。那第四档我们想要做的是全部柔合在一起，对，就是岛屿的韧性这件事情。我刚看他说第三集要上映吗？对，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了，就是把之前的一些档案我们做整理，然后还要找新的导演来拍摄一些不同的画面，到时候上映大家再支持一下。对，再拜托大家来支持。那为什么叫三？因为二其实我爸已经把脚本都写好，只是他没有办法去拍了，所以你把它留给他。对，我们跳过二，直接到三。像这个南投水里，他把这边砍了，就是槟榔吧？种槟榔，对。南投水里一听就是槟榔。之前这个议题其实有讨论过，因为槟榔根不深，所以它很容易造成土壤流失。那其实也不是特别针对槟榔打，只是说槟榔就是刚好拍到。不止这个啦，对，不止这个。那挖水泥的也是啊，挖水泥在上面。对，其实这也是一个当地结构的问题。当地人其实他很痛恨水泥，但他又没办法，因为有补助。对，补助，然后加上他们的待遇也稍微好一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当初会被那么多人关注，就是其实它唤起了很多我们在心中不会去想起的议题。你光自己生活就觉得已经很忙碌了。对，我看到那垃圾，我真的刚刚那个影片，对啊，会很吓客。我们每天那一包一包垃圾，很正常的垃圾车来把它丢上去。刚刚在挖有没有？那都红色垃圾袋，都是台北市那个红色垃圾袋。你在每天在丢的时候。你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，你根本不会去思考说有多少影响，甚至你会觉得啊，影响又不止我一个。对，但是即使我们很多互动跟娱乐还是离不开自然的，我们还是会去海边，我们还是会去游泳，然后我们的交通建设也是始终要跟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。对，塞车啊，讲到塞车，这个刚好今天跟我们观众很关注的一题，这蛮久的了呢。对，这是2006年刚通的时候，看车子的那个年份是蛮久的。其实是为什么台湾会是塞车呢？这个提供一个数据，国道一号在盖的时候，全台湾只有80,000辆汽车，然后截至去年5月啊，全台湾已经超过850,000辆汽车，那是100倍。对，所以你盖的时间永远跟不上。然后再来还有一点，豪师哥帮我们感觉到，国道三号走到台中会很奇怪的闪电型，他会先往南投走，原因就是因为当初他其实想要盖第三条高速公路，可是因为北部的山成本比较高，那南部的海边都是渔文没有人，所以他在北部先盖靠海，然后在南部先盖靠山，然后他盖一个这样的形状，然后有钱把另外两条接起来，他就是三条。哦，但我们一直都没有钱，所以就是永远留下一个闪电型，应该是有后续的规划啦。对。那最后面这一区就是介绍父亲故事的一个常设展，大家可以看到说在直升机上拍，就这样，2300万的，对，就这颗陀螺仪，这是第一代，第二代在那边，对，第二代已经支离破碎了，就那时候出事的时候，他刚好摔到地上，这就是父亲所有的那个装备啦，手套，对，他的通话用的耳机，当初买那个镜头，把家里拿去抵押，去借钱，那个机器是那个玩命关头那种拍电影用的，你可以看到他在对比，就是。飞机是很摇的，可是他拍出来是很稳的。欸，他当时想不开，那时候他辞职去拍电影，可他只要再干2年，他就可以领退休金。他第一次跟我讲的原因是因为他身体快不行，他觉得再不做登机，那举例，因为他老花嘛，然后直升机这样很热啊，不喝水，说为什么不喝水？他说因为没厕所啊，说啊尿出去不行啊，他说在直升机上个风哦，你尿就是泼到自己脸上，现在一直长时间都不喝水啊，然后身体会有影响。但是后来他要准备要拍第二集，我就说你是骗我，你不是说身体不行？他还说他很担心，他领了退休金之后他就不拍了。我们花了7000万的成本，可是行销公司跟我们说，你们最多大概卖600万。就我们最后上映了4个月，我们票房是2亿2000万。哦，但是各位看到我们有做逃出影院就知道，因为第一个是你要跟戏院对分，然后再扣税金，扣一扣，他实际上拿2000多万。然后2000多万呢，我爸去买了第二颗陀螺仪。他的理由是那时候2015年，他的理由是说可以拍6K。但是我就觉得他笑哎，谁2016年谁在看6K？哎，现在也才8K。所以可是后来反过来讲，他如果电影上映，现在确实4K 或6K 是走得很前面的，对，大家就是都可以看得到。对，那这边是一些我们的文创商品。我有帮小师哥准备一份的。哎呀，不然我要支持一下才对，因为这个基金会这种东西是没有收入的，每一分钱都是募来的。刚刚看到很多小朋友来导览了，把这个观念真的从小建立在我们的小朋友身上。我们这边要门票吗？哎，150块，成人还是成人？哎，150块带小朋友来启发一下，我觉得很棒。真的，我看那个国小的学生来，我很开心。我觉得
能看的东西蛮多的，是导览的那个动线都还蛮舒服的，我觉得，然后在商品也可以看一下，支持一下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礼拜六日的话，整点会有定时的导览，两个小时一次，会有人来帮您做导览，这样也很感谢我们多志工来这边帮忙，不然基金会像小志哥讲，那撑不下去。对啊，真的蛮难撑的。今天有这个机会啊，可以来这边看到这个东西，那的确跟我当初预想的真的是有一个落差。我没想到来看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冲击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让小朋友从小就吸收这个，真的是很有意义。好吧，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来逛一下。那我们今天谢谢我们的小齐、谢谢小志哥，这个缘分真的是很巧妙。还是要吃一下嘛，我们现在有出来就是要吃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来这一间是阿呆的偶像的，那个周杰伦套餐的。你知道我怎么知道这间的吗？我看那个后甲后甲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竟然要一个大陆人来介绍台湾的美食，我才知道。对，让你知道，好丢脸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赶快去点起来。周杰伦套餐是不是？嗯。这安妮带钱吗？我没带钱哦。没关系，我付就好了。周杰伦套餐，周杰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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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周杰伦来留言，你也是真的这样吃一组吗？周杰伦在骗我呢。我们来先看包子好了，包皮薄馅多，肉大块，实在好吃哎。蒜面秀，哦，肉好雄哎。对，是感觉有点像有些男生裤子一脱下，哎呀，鸡塞。哎，皮是真的蛮厚的，好吧，吃它皮好不好吃？中规中矩，我以为我想象中会再甜一点，但没有。这一颗真的会薄，因为它的那个皮真的很厚。阿仔，你知道我上次吃它给是什么时候吗？什么时候？高三翘课跟同学来吃。然后我吃它给吃到一半的时候 ，BB 扣响，一看家里电话挂断，然后陆续啊，每个同学的 BB 扣都响，然后就说怎么办？因为 BB 扣响都是家里电话，要不要回电？要不要回电？管他的啦，玩完再说，装死。哦，我们先去芙蓉海水浴场玩水，那时候穿制服就直接先去玩，然后玩完之后再上阳明山泡温泉。而且我们来吃阿给之前是去海中天打完保龄球了。哦，那时候还有海中天呢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就回家，爸爸第一句话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要讲什么？肚子饿不饿？要不要吃肉粽？我弄给你吃。好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以前小时候不是做错事会被打，但是你干大事的时候，反而大人会有平静。你有遇过这种感觉吗？你没干过大事，对不对？没有。下次你试试看。当你小时候你干的坏事超过一个等级的时候，超出大人预期的时候，他其实他会检讨自己，从生气变担心了。对，他本来是生气，变他检讨自己是不是我哪里教育有问题，所以反而他会很冷静。好了，先吃个豆皮吧，它这个豆皮就像油豆腐的那种，它酱油辣，小辣就有辣了，对，蛮辣的，蛮意外的，我以为冬粉会烂烂的，没有，冬粉还可以嚼劲。其实这个我也不知道好吃不好吃才好，我只知道冬粉看会不会烂烂的，然后我觉得重点就是酱汁好不好吃。你叫阿给，为什么叫阿给？我不知道，日本名字改。阿给，阿给，应该是油豆腐。哎，吃完了呢？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吃。哎，我跟你讲，95块这样超饱，以我现在这种食量会吐。果然在学校附近，没错，还是要让学生吃得饱，又够便宜，还不错啦。如果这个有来淡水老街，刚好过个那个天桥就到了。对，过天桥就到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的套装行程都帮大家想好了，老街逛完，骑柏林空间玩，过空桥过来这边吃周杰伦套餐，一套饱到不行。吃完旁边还有什么炮台啊、小白宫、红毛城，可以再去逛一逛啊。对对对，这边这边有一些那个红毛城。那如果喜欢我们这一类，我觉得稍偏有意义的节目啦，因为我们也车子也介绍到了。是啊，然后也介绍一些这个为台湾公益性质的，然后也帮大家吃的也探点探啊。虽然我是看后甲来的，我看了再帮你们来探嘛，看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嘛。哎，我没带眼镜，我人设不见了，人设。大陆人讲真的讲假的，哎，是不是资讯站？资讯站，对对，我来帮你们先吃看看，真的来讲，哎，真的不错，会饱。好，那大家这个下次呢，也记得有来老街玩，照这个行程走一次。那喜欢我们这一类的影片呢，也记得多多帮我们的这个订阅、分享、留言你的想法跟意见，开启小铃铛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哎、欸，你要支持怎样？就按我你想要哪一种？哦，不是哦。然后呢？启动。对。然后你就可以直接点纸钞，纸钞。哦。然后你可以选你的金额，有100块、1000块。哦耶、欸，阿呆大手笔耶，直接拉满。感谢呆董，直接拉满呢。对啊，感谢我们呆董。啊，可以签名。然后你的名字跑进来了，等一下，他等一下这边，哎、欸、呀，跑出来了，你在尾巴啦，你很大块，圈1000块，这样很大块，你在尾巴呢，感谢感谢，哎、欸，阿戴，你为台湾也付出一份心意，真的，你有没有觉得突然很正面吗？对，人生觉得光明起来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看有没有回向、啊。那看你会坏事做比较大，还是捐的比较多？赎罪券买的够不够？上百种的个性化安全带，来找小王车就对了。